我很少迫切祷告了，但是曾经有一阵子我为了我的婚姻迫切祷告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公就是很讨人厌。但是就在我常常每天晚上流泪祷告，我跟上帝说，如果这个人是你要赐给我的，你就让我觉得我可以爱他，让我看见他可爱的地方，不然我就觉得他很讨厌。然后就这样祷告了大概可能有一个月吧，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老公好可爱哦，我老公好帅。如果你的圣诞节呢有什么愿望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，你也可以上 iPray， 然后在上面打下你的愿望，我们会一起为你祷告哦。